没事儿就搓，炉石传说。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少帮主的炉石酒馆。在这里，我将陪伴大家度过一段休闲的时光。每一期一套有趣的卡牌，带你领略炉石的魅力。那么这一期呢，上一期我们说这期要做个圣骑士，对吧？我们先开包吧，还是秉承着我们最开始玩这款游戏的一个传统啊。每一个开始之前要开包，主要是我最近卡牌有点少，为了补充一下牌库，还是需要开一点包的。今天可以来一个飞刀圣骑士流，一会儿给大家带来啊，不着急。金色稀有德鲁伊滋养，获得两个法力水晶，抽三张牌。野性之力，狂暴，崇高牺牲，憎恶啊，憎恶是王宇对所有角色造成2点伤害啊。那么今天上一期的那个抽奖呢，也是在节目的最后进行。这一期呢，依然是将发出10个炉石传说的激活码。由于之前呢去美国参加暴雪嘉年华，然后自己又玩了7、8天，所以这一期跟上一期时间隔得比较久。那么下一期跟这一期可能隔得会比较短，5天左右吧，5天到7天啊。好，这边是致命射击和控心术啊。控心术这个牌很拼人品的，有时候你能拼出一个8-8埃隆巴克带回家，有时候却只能拼一个2-1鱼人猎潮潮汐者。好的，这边呢是一个小狗召唤师啊，这套卡牌当中我们也要用小狗召唤师，就是圣骑士的飞刀圣骑士流，给个传说好不好？暗影狂乱，直到回合结束呢，获得一个随从攻击小于等于3的控制权。那么回合结束之后呢，还要还给对手。哎，开几包了？5包了是吧？就是不给传说嘛。好，这个恶魔之火、蒙古山守望者、银色保卫者、食腐土狼、任务达人，任务达人还比较好用。史诗海巨人，又一个史诗，海盗。南海船长，海盗船长，哎呀哎呀，粉红娘啊，不对，粉红娘娘，哎呀哎呀，海盗船长，嘿咻嘿咻，你的其他海盗获得+1/+1啊，等我带我海盗卡牌齐腰时，我就用一套海盗套，不过估计有点难。南海船工刚说完，海盗就来了，爆炸射击，对一个随从造成5点伤害，并对他相邻的2个随从造成2点伤害，能不能让我把这9包开完出个成色？好吧，好久没有见到成色。哎呀，悲剧了！奥秘守护者这张牌，我感觉出场率很低呀。哎呀，没有成色，那就一张稀有。无畏剑圣，好，剑圣还是不错的。好的，那么稍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套圣骑士的飞刀流。圣骑飞刀流，那这套牌呢，突出飞刀砸杀者啊，核心卡牌之一啊，并不是只靠它，因为它只有2张，而且呢也比较好解，只有2血，一般的魔法呢也可以解决掉。当然了，它是一个，如果它能够在场上站住2回合以上的话，那这个优势奠定的会非常的大。首先呢是力量祝福1张，这是在关键时刻可以加一个祝福，换对手用小费牌换对手大费牌，或者说是打出一轮爆发的卡牌。然后崇高牺牲2张，非常不错的一个挡刀牌，给自己挂上以后，对方的随从攻击时呢，就会用崇高牺牲去挡刀。哦，对方的人物攻击也算啊，敌人攻击就算。银色侍从1-1的圣盾，工程师学徒1-2，抽张牌，这2张牌都无可厚非，前期的一些底牌。这边软泥怪，那个酸性沼泽软泥怪呢，是为了克制武器流的这些职业，比如战士、圣骑啊。哎，这样的靠武器输出很高的，像什么萨满这种，上了一个紫色的这个岩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抽奖环节呢已经开始了。那么上一期也是10位玩家，我们先滚动一下名单。同时呢，这一期参与我们网易看游戏的抽奖的朋友们呢，也是有机会在下一期中中得我们的国服炉石激活码。那么参与方法呢，先看一下这10位啊，大家自己核对名字，同时我继续巴拉巴拉啊。参与方法呢，大家可以下载手机版的网易看游戏，安卓系统或者苹果系统都可以下载之后，关注少帮主以及炉石传说的相关话题，在评论我发的那条讨论、评论或转发都可以啊，就可以参与我们这一期的抽奖。那么依然是抽出10个，在下一期的视频当中给大家放出来啊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网易的看游戏客户端，继续支持暴雪的游戏，继续支持少帮主。好的，那么稍后呢将带来的是我们的
好，进入到天梯，骑士003套。那么之前带来两套呢，一套有公正圣剑、公正之剑，还有一套有什么来着？反正我一套是圣盾流啊，还有一套不记得了。第一套记不住了，第二套是圣盾流，很猛，圣盾伙伴流，乌瑟尔对阵古尔丹。我会夺取你的灵魂。哎呀，没有飞刀杂耍者，这不能愉快的玩耍呀！把这两张大废牌否掉，看争取换回来一张飞刀杂耍。啊，凑合吧，破碎残阳。这没有飞刀杂耍，前期呢打不出优势，因为术士他前期三费之前呢没有什么效技能能够清你的飞刀杂耍。三费有这个灵魂虹吸，对吧？非常有效的，不是灵魂虹吸，这个生命吸取，就直接吸你两点血就吸死了。三费之前它比较难办，你要用零费的灵魂之火的话呢，又要弃一张牌，很亏的，两张换一张，我们肯定是赚的。飞刀，飞刀，飞刀，不给力呀！那就先来个银色侍从吧，很友好的打个招呼。我们是这次去美国吧，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暴雪嘉年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啊！全美国各个地区的宅男屌丝们都来到了现场，总共我目测得有2万人以上啊，这个。同一时间进入会场，我估计得有2万人，非常恐怖。暴雪的游戏在美国真的是太火了，还有很多来自于像我们这样的中国的呀、韩国的呀、欧洲的呀等等国家的。想想，希望你喜欢我的新发站好抽一张牌，所以大家没有选错游戏，暴雪游戏确实经典，这么多年了，一直是玩家所爱戴，也希望暴雪游戏能够做得更好。节奏，把握节奏。对手上了一个鲜血小鬼，可能伙伴流的概率比较大。我希望，哇，幸运币强上三费的铁棕灰熊吗？哦，麦田傀儡直接变四血，这有点 bug 啊，打不动，奉献都奉不死他。这种情况的话，三费上一个小鬼召唤师吧。不适合在白天工作。哦。如果你确定的话，这没必要跟他换。加入战斗。我可以废他一点血，下轮踩个奉献的话，再用1-1补个刀。我觉得他也会打我的其中一个小伙伴嘛，就让你打吧。好，召唤个1-1，2-4应该会吃我的1-2工程学徒，我觉得。还好还好，比较好解决，这应该。术士不可能放这个地狱泪焰的，因为他自己有鲜血小鬼，我上的小伙伴多一点没所谓，而且他幸运币用掉了，现在也放不了。三费会上个什么？Nice，双麦田傀儡，你敢信吗？反正我是快哭了，看到这个局面，确实有点麻烦啊。四费，那我们也要踩风线清他的场，毫不犹豫。主要是这个鲜血小鬼太烦了。好，一个一血，一个二血，那么考虑一下怎么收拾他。加入圣战盾斗。换了他，然后1-1收了他吧。这个打的小英雄脸，结束。感觉这样会比较好打。现在我手牌4张，对手5张，军事。对手只是血稍微少一点而已，因为术士没有什么加 buff 的，所以我觉得压力不是很大。这个森金迟钝位是有点烦的，下轮要用破碎残阳祭司给这边加一加一，再加个弓把它换掉了。森金迟钝位是有点烦，但是那样说实话是有点亏的。又一个奉献是吧？上个破碎残阳祭司，给我们小鬼必须进化太加阳一加币。一，变成2-2，这边加个弓，
五杠二跟他换了，换他个五杠三，然后加入战斗。一杠一换了他的麦田傀儡，再用一杠一换他的破损傀儡，只能是这样。哈，少他两张牌，因为有两张牌换了他一张牌，稍微有点亏。不过下一轮我应该会用圣盾直接吃他一个小伙伴了，大家礼尚往来吧。好，狗头人难道用生命吸血啊 ？Nice， 这样的话一张魔法牌直接把我吸死个三杠三。冲锋圣盾换他稍微有一点点亏，但是不换白不换了，结束。不能让对手场上留东西，尤其是这种加法强的，尽可能的把它清掉。他敢啊、哦，他也有一个，那我就没脾气了。我再抓来一个才好呢，看来是抓不来了。上一个真银圣剑，把它砍掉，再上个软泥怪。软泥怪这个三杠二呢，也是为了下一轮他如果上个普通小伙伴血比较低的话，我可以用软泥怪换。如果招一个白银之手新兵的话，一杠一很难换对手的伙伴，又得用我的英雄去砍了。好，他抽了一张牌。那术士应该比我好打一些，因为我场上没优势，他呢血量还比较高。看样子啊、哦，又有鲜血小鬼，不过我有奉献，多上两个快。玛丽儿的多上俩，暗影剑哇，真舍得用啊！上一个暴风城，不上暴风城骑士，上个小伙伴加一加一，哎，这样的话二杠三，下一轮如果机会好的话，暴风城骑士一上的这就变成三杠三和四杠四了。同时也能攒攒手牌嘛。又一个诺森德冲锋圣盾，有点烦呐，就又要把我三杠三免费吃掉了。灵魂之火真的是不给我留小伙伴的，这哥们儿，这我倒觉得没什么劣势，大不了就费两点血嘛。 Nice， 这可不是费两点血的问题。招个小弟，一定要用圣盾换他的诺森德、啊、大家不就是比谁诺森德多一些吗？绝对啊，谁怕谁呀、啊、你灵魂之火又弃了张牌了，绝对不在乎。我的飞刀呢？我是飞刀圣骑士，我的飞刀杂耍者去哪里了？因为圣骑士他白银之手新兵算招个小弟，直接可以放一个飞刀，所以还是很好用的。怎么就没见着飞刀杂耍者呢？这场我放不放、啊、一会儿？啊，武器被卸了，哎，贪呐！不过也没办法，这个时候留一把武器还是有它的价值。怎么样？我想，恶魔传送门，这必须踩一脚奉献了。踩一脚奉献，把他小弟清了，自己招个小弟。报告，一杠一换掉，四杠三把传送门点掉。然后结束，我怀疑我的神恩术用不上了。他抽张牌，对，争取他手里能剩三张牌就好了。突然上个大牌，下轮我十费，是暴风城勇士一上，神恩术一抽，是吧？那是我最理想的状态。看来只能抽两张牌了，灵魂虹吸 ，nice。漂亮！哎呦，我这还抓一张牌，抽两张，抽两张吧。让你们见识一下暴风。抽两张也不亏的，一张换两张啊。好的，还来了个圣疗呢。行了，这盘大局已定啊。
我不信他还有灵魂红系。虚空行者，15点血，还在抽牌。手里头都像些什么东西，还不用。那这两天呢，其实我在贴吧里还看到有朋友们关于就是这六个表情啊，说打得不错呢，就是嘲讽。我觉得并不是。如果说频繁的使用打得不错呀，抱歉呀，失误啊，感谢呀，这些表情可能是嘲讽。但是如果正常的使用，比如在游戏已经要结束了，就马上可以打死对方了，或对方马上可以打死你了，你使用打得不错的话，是对对方的一种肯定。大家不要想得太歪啊，正常的去思考这个问题。好的，这可以用飞刀杂耍了，终于来了呀，飞刀哥，终于来了。考虑一下，给这边加一加一。好，飞刀破生盾，简直完美。然后再来啊，别着急，小弟，再来。报告。好的，算了算了，万一对手一会儿有个大技能呢，我们小心为妙。7-7收他的4-5，3-3收他的1-3。万一一会儿使一个什么扭曲虚空之类那种技能，我就哭了。小伙伴太多的话。扭曲虚空八费，我记得是。哦，看来是没有。因为术士那张紫牌还是很恐怖的。你不能拿走我的地狱烈焰 ，nice， 这个清场有点猛。恶魔之火啊！我还以为有地狱烈焰呢。地狱烈焰刚才可以全部清光的，因为它有4点伤害全场。小鬼召唤师 ，nice， 先招一个飞刀，报告，一刀砍死你呀，小鬼召唤师啊！不适合在白天工作。加入战斗。2-2把他吃了。加入战斗，冲锋陷阵。哎，接着。好，对手还有6点血，结束的时候招个小鬼再打一刀，啊，飞刀圣骑士还是很猛。现在就比较担心地狱烈焰，还又抽牌，他是急死他了。他说我怎么就抽不来呀？死亡缠绕再抽一张，总该抽到了吧？还有几张牌？还有5张牌了。又一死亡缠绕，好的。还有4张牌。哦 ，nice， 打得不错。这属于自杀流，你看对方很尊重的，这是对的，就是打得不错，他打也不错，大家互相支持一下，这就跟打星际的时候我们要打 GG 是一样的，输了打 GG， 赢的人也要打 GG 啊。这是对对方的尊重，也对自己的尊重。所以不要想歪了，极端的想法呢，反而会让你的心情呢变差，在你玩游戏的时候，就不会使出，不会有一个很好的状态吧。好，圣骑对圣骑，我觉得我这套牌打圣骑是不一定占优势。如果摸不到飞刀杂耍上不去的话，这手奉献我一会儿能不能抓回来、对手换2张牌，看来对手牌也不怎么样，还凑合吧。第一手可以上个银色侍从，第二手上个飞刀杂耍还行。这样的话对方上一般的小伙伴都可以用圣盾去换，除非他幸运币上一个2血的小伙伴，我可能会难打一点。哦，果然是他，不会飞刀杂耍了吧。阿曼尼更烦。好，这个牌的话我选择上崇高牺牲，
这样好不好？加入战斗，看看吧。他一攻击呢，我就能打他两点血，用崇高牺牲，然后用个圣盾可以补他刀。好，对方上了个法尼怪。坚持不懈。加入战斗，把它换掉，同时呢上一个小鬼召唤师。不适合在这个时候飞刀一刀都打不出去的话，上去就太亏了，所以我稍微等一等，等费用多一点了。如果说有两个小鬼召唤师存在场上的话，那这飞刀可就猛了。不过我觉得有点难，他肯定来攻击我的小鬼召唤。哎，打我人呢、啊？下轮有锋线呀、啊，这摆明了下轮是有锋线的对吧？报告。那我如果明知山有虎，还偏向虎山行的话，就有点不合适了。加入战斗，换光。加入战斗。让黑暗降临吧。把他这个血换掉，自己剩一杠三，然后啊，再上一个小鬼召唤师，对，不适合在白天过。结束，双小鬼召唤师。只要小鬼召唤师能活到下一轮，估计会踩个锋线。这一轮踩锋线很值啊。让我苦通士僧啊。痛苦。五费，愤怒之锤，先上个飞刀杂耍，再来个力量祝福，先把它换掉，让它抽一张牌，我认了。再来个飞刀啊！现在小飞刀已经开始飞起来了，一刀，一刀，然后回合结束时再飞两刀，一刀，再一刀。这轮打了不少的伤害，不过同时呢他也有奉献可以踩我一脚，这轮他也就干不了别的了。哦，没奉献啊。啊，有奉献，我说也是，他清的也很爽啊。一个愤怒之锤先造成点伤害，看看抽一张什么回来，又一张愤怒之锤。这是我的领地。上个圣盾打一下对手，至少要十九点血，一个圣盾保护住自己呢，又能招一个小弟。他还有锋线的话我就没脾气了。又龙鹰，好的，王者祝福， nice。龙鹰加王者祝福的组合呀，非常不错呀。不过这都不是事儿，砸个愤怒之锤先看一看。破碎残阳，我怎么那么进化太阳井，对，给他加一加一，让他活到下一轮。二杠二跟龙鹰换掉，一杠一打脸，二杠一继续打脸。下一轮我可以飞刀杂耍上去以后，我给我的小鬼召唤师加个王者祝福，他就变成血量又加四点。急死他了，他场上站不上人呐，这就是小伙伴多的好处，他站不住。好，上了个诅咒教派，我们必须进破碎残阳祭司。好的，他认为我没有三攻打不死他的诅咒教派，那肯定是有的呀。先上个飞刀，这边王者祝福一下，沉默留一手，向前推进，招个小弟看看飞刀打到谁。
好，换了左边的破碎残阳，那就这样换，三杠五换掉他，一杠一加一杠一换掉对手的破碎残阳祭司，六杠五直接打脸，一结束招个小鬼，对手还有九点血，哇，飞刀流很过瘾啊！我等着神恩树呢，这一个神恩树我能补齐五张牌，好吧？融合巨人零费上来的，他有九点血，真银圣剑来怒砍我的小鬼召唤师吗？愤怒之锤，把飞刀先弄死，真银圣剑可以怒砍，他真有这个勇气啊！这样的话，他要五点血。软泥怪把他武器卸了，对，然后呢，招个小弟。报告，加入战斗。他还有三点血，结束。这时候如果他有个奉献，他还有机会；没奉献，他就完了。目标诺森德。妈的，清掉我一个。至少我还能打两点血。无论是愤怒之锤还是真银圣剑，让我拿到就砍死他了。奥尔多卫士 ，nice。奥尔多，遵循万物的规则。报告，不能让他抓牌啊。一点血，下轮能不能清我的场？一点血的圣骑士，这时候就怕他有个什么，圣疗啊，或者是……看来是有加血了。真理哦，来个烈日行者，嘲讽圣盾，有破碎残阳祭司，现在只能祈祷我抓到一张打脸的牌了。不给力啊，老师！这个牌，见识一下暴风城的力量。报告，加入战斗。这个牌不给力啊，老师。结束吧。只要他没加血的，我就随时能打死。又给了个王者祝福，他准备秒我了，看来。七杠七打我一六杠六，只要没加血就行，我没什么要求。软泥怪，下一轮十一点十二点，必须得弄死他呀！哎呀，我是个银色指挥官，冲锋圣盾，这还不好说了。目标诺森德。扛住啊！一定要扛住！十一点、十四点、十五点、十六点，我下一轮必须得摸到，打死他的牌，否则我就死。扛我人！七点血，三点血。三点血，来个奉献也好啊，就差你了，纸财之锤好像没有了 ，nice， 我等半天了，好吧，啊，不错呀，我去，这个太刺激了，我跟你说，这玩这个游戏真的是。我这心都快跳出来了，太刺激了，真的是太刺激了。容我平复一下我的心情啊，小退一下，省得一会儿掉。还是劝告大家啊，《炉石传说》这款游戏实在是太刺激了，绝地翻盘是经常有的，无论你是被气的昏过去，还是兴奋的，晕倒，都不关少帮主的事，也不关大暴雪的事，人各有命。来吧，又是一位圣骑、啊、圣骑和圣骑打得仿佛没有那么激烈。好的，骑手飞刀杂耍，这是我非常愿意看到的一件事情。看对手换几张牌，对手三张都不怎么样，
那这个牌我留下吧，这两张四费的，我又是后手，可以幸运币上飞刀砸杀。圣骑士前期解不了我，把这个苹果放在你的头上，至少能放出一刀，不是很亏。把这个苹果，嗨，两个人都是飞刀砸杀，头上，玩得好。报告。打脸吧，谁怕谁呀、啊？我就不信你能飞出两刀来。不过他要是有个破碎残阳祭司就比较帅了，他也飞一刀。他最好的效果是把我一杠一飞死。好，没辙了。合着谁也不怕谁了 ，nice！ 我最喜欢你这种暴力的玩家，谁都不怕谁。我们必须进化。稳着点，给他加一加一。Nice， 节奏完全掌握在我的手中啊！人品总是眷顾我这种平时烧高香的人。飞刀流对飞刀流，那就比谁飞得狠了。好。愤怒之锤砸了我一三杠三，你就不怕我下一轮再飞你一下了吗？你就不觉得这样很亏吗？砸我三杠一的话，下轮我只能造成三点伤害，这样的话下轮我至少是四点伤害，对吧？我直接上真心圣剑好不好？招小弟的话呢会比较浪费，招完小弟什么都上不了了。嗯，真心圣剑砍一下。好，结束，对方还有16点血，一会手牌咱们也不吃亏啊，上普通伙伴就直接砍死，或者是用愤怒之锤砸死。好，麻风侏儒，这牌你说我也有点难办啊。呵，各种一杠一啊，这不是逼我怒抓一张奉献出来吗？王者祝福也不错。先看看飞刀能飞着谁吧。不让他抓牌。刀，好的，王后侏儒死了。再来一刀。早死一个。Nice。为了正义。不掉。这还有13点血，你看看咱这飞刀杂耍者，飞刀流就是阴吧。圣骑士用飞刀流太过瘾了，逼急了他又用愤怒之锤砸我了，这你说早砸何苦呢，至于损失这么多小伙伴吗？我还有27血呢，得早小鬼召唤师不来，这东西霸气的很啊。我是阿格斯之盾，我是阿格斯之盾。加入战斗，不能给他场上留人，要不然他一个王者祝福就容易把局劣势搬回来。对手可以踩锋线，猎王守卫，这东西还是很猛的。神恩树七费，正好用一个奥尔多卫士给他变成一攻，然后愤怒之锤砸一下，这张牌。冲锋陷阵，三攻把他收了。三攻打脸，两攻打脸，一攻打脸，加了六点血，还是把他打回来了。啊，我这个对位置其实应该是用猫头鹰来打他。刚才又一个猎王守卫，你敢信？你敢信？还上了个奥秘 ，nice， 玩得好，玩得好啊！又一个猎王守卫啊！加入战斗，先撞一下，崇高牺牲，直接把它换掉。坚持不懈，直接变成七杠七。我已
能打死了吧？七、九、十二、十五，打死了。加入战斗，冲锋陷阵。一滴血，一个红血 ，nice。打得不错，谢谢你。打得不错，我要夸一下对手。嗯，不让我说了。其实我想谢谢他，我这轮真的是他不是演员吧？他这弄得我就不好意思了。飞刀杂耍者让我用的，飞刀流就是这样威武啊，所以说很容易组出了一套牌。成没有成卡，紫卡的话呢，那张圣疗目前我也没用过，所以大家可用可不用啊。我是有就带着，没有就不带他，换个别的这个稀有卡牌就可以了。稀有卡牌很便宜啊，这个奥数之城也不贵。打两场竞技场基本就有能换一张了，大概有三四张四五张稀有卡牌吧，有四五百的奥数之神就够了，平时自己开包也能开出来。乌瑟尔对阵戈尔丹，乌瑟尔对戈尔丹，我会夺取。这个节奏是一路奔向大师了呀，荣耀。这套牌就是从普通的平民套打到大师组以后，然后看到对手全是土豪了以后，我们再用土豪牌打术士，我留个锋线吧。王者祝福，我先手。圣光会庇护我。色侍从。银色侍从这个牌加个叫嚣的中士，在第二轮可以打出一个三点伤害，还免伤，特别过瘾。但是这套牌我们没有拿叫嚣的中士，大家可以去任意的组合，很多卡牌互相搭配都很完美。好，对手练小鬼儿，这我没什么办法。报告，加入战斗，用圣盾状态一下，下一轮保证能给他换掉。自己损失三点血，损就损了吧，不亏。幸运币，三费打算上个什么？我们必须净化太阳。出现太阳祭司，漂亮，直接打我四点血，我有点亏，有点亏。不过我可以破碎太阳祭司。我们必须净化太阳井，加入战斗。换掉他，一杠一打对手脸，小亏了一点点。不过我是先手，先手场上还是多一个人的。无视我呀，这么凶，别把 task 惹毛，那必须踩你一脚锋线啊，踩不舒服自己。只不过踩完一脚锋线，哦，灵魂之火，他也很极端，弃掉了一张鲜血小鬼，我觉得他亏呀。反正我是觉得他亏。战斗，下一轮我就是硬上风头，飞刀杂耍又没见着，他在补充手牌。你不能拿走我的蜡烛。来了个狗头人，我的风头也没多大要求，就是能换你两张牌，甚至三张就够了。五费又用不了灵魂虹吸，所以我觉得他。要跟我硬拼，对，暗影剑，对，这五点伤害，二杠二，打我脸，换两张牌，不是很亏。六费的话，先招个小弟，再上个小鬼召唤师，再来个崇高牺牲，基本上二杠二一动身就能把他换死。这局不太好打，不是很好打。坚持不懈。好，他在使用一个地狱烈焰，估计是。侍从。哦，白银之手。好的，主人。你为什么要笑？小伙子牌不错呀，年轻人。七费。如果我上去的话，所有加一加一，这是三攻，三攻的打不死，用两张打三攻的，
然后再用一个两攻的把二杠二换了，行吧。让你们见识一下暴风城的力量，加入战斗，让黑暗降临。这样的话，他留一个四杠四。结束之后，这轮他必须得用地狱雷眼来清啊！四杠四撞我六杠六，然后一个地狱雷眼全清场，非常舒服。先抽牌。好，力量代价，然后跟我八杠八换掉，再来个地狱雷眼。看来不是。我马上照办。十七点血，我觉得他这么换的话，我还挺好打。阿古斯之盾，给这边加一加一，这边也加一加一。我是阿古斯之盾。再接个王者祝福，六杠七吃他二杠三，一杠一，一杠一收掉他的二杠一破碎的傀儡，二杠二换掉，一杠一打脸，好，继续招小鬼，六杠四。这种王者祝福给小鬼召唤师加上或者飞刀砸杀者加上都是很过瘾的。暗影剑直接四点伤害把我点掉。师从来我身边。又是白银之手啊，飞刀终于来了，这暴脾气等了你多久了，你说报告。一刀，好的，可是一刀也只能这么换，抓个手牌，因为再不抓没机会。三杠三射掉他二杠二，然后继续打脸，十五点血。为什么现在术士都不爱用地狱烈焰呢？我刚才那个也没有地狱烈焰，这个也没有。死亡缠绕抽一张牌，很过瘾啊！又一个死亡缠绕抽一张牌，各种没有地狱烈焰。嚯！靠法术把我场上的小伙伴清光了，你们敢信这种事实吗？你们信不信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信了。行了。基本解决了。为了正义，花费花光，下轮就是他的死技。刚才那哥们是用地雷把自己收死了，这哥们估计也快了。剩十张牌，他们都没有地狱烈焰，让我有点看不懂。灵魂红吸吸了个一杠一啊，真是。我是阿格斯之盾，人生之乐趣啊，这就是工程学徒。先抽张牌，看看来一个飞刀 ，nice， 飞刀上去，招个小弟，皇上，报告，一刀，我们必须净化太阳井，加入战斗，没有打死，差一点血。就是刚才那个结局吗？一点血，然后他把我场清了，我打不死他，最后被他翻盘，好危险！就这一点血，这球打得不错，打得不错。好，飞刀砸耍流还是很过瘾，怎么还不给我升级啊？我都连胜了，不行，还要继续连胜才可以。小退一下，省得掉线。算上我刚才自己组完飞刀流测试的话，已经有个六连胜还是七连胜了，我估摸着快能给我进大师组了。咱们用平民套一路磨到大师一星，哦不，大师完了应该是大师，啊就大师钻石组完了应该是大师组，然后才是一星、二星、三星，估计磨到两星、三星的时候，对手全都是土豪了。十盘有八盘能见到大螺丝，荣耀赐予我力量，或者是术士圈有大王。换了三张手牌是吧？牧师的话，真的就是拼人品了。我总觉得牧师是个不祥之兆啊，打牧师要被虐。
要被虐的节奏，手牌还这么差，对手还要幸运币跳个精灵龙。希望你喜欢我的新跳工程学徒，这个有点奇怪，很着急抓到北军牧野吧？这个是报告，绕个小弟。好，跟我换掉，加个血，他也没什么好牌。我们必须进破碎残阳祭司直接上去，虽然亏了一杠一，但是三费上个三杠三嘛，着实是不亏的。暗炎术痛，直接把我痛了。好的，开始牧野传说了。这个必须砸他一下，抽张牌啊！好的，这是我比较想看到的。对手有已经用掉一个痛了，我不认为他还有痛。那下一轮可以上飞刀杂耍接银色保卫。哦，思维窃取我 ，nice。一费，奥秘啊！我已经知道是什么奥秘了，因为我只有那一种奥秘。飞刀打赏，接个飞刀。我也上个奥秘，大家都知道对方是崇高牺牲，来吧。好，还抽了我一张小鬼，气炸了我。好的，神圣惩击，很轻松的就把我废掉了。六费，愤怒之锤先抽一张，力量祝福 ，OK， 招个小弟上去，一杠一激活一下对手的崇高牺牲，把它换掉，坚持不懈。下一轮呢，可以奉献。我认为下一轮他用小鬼破了哦，北军牧师啊，上去加血了，这个太烦了，这你敢信？上去加血了你敢信？这怎么拿北军牧师有什么办法吗？完全没有办法。完全没有办法。我看他会不会打，他不会打的话，这个小鬼召唤师会打我脸。他为了多招小鬼，有这种可能。会打的话，就把我一杠一收了。又思维窃取，牧师偷牌偷的真是流氓啊！换掉我吗？换掉，还比较会玩。治疗之环再抽一张牌 ，nice， 玩的好，真的打的不错。真的打得不错啊。你愿意治疗治疗吧，我不上小伙伴了都行了吧，我下轮两张奉献，我把场清光了都行了吧。你再加血，再加血，你手牌就爆了，九张牌不好玩，又一张小本啊！不适合在白天工作。不是偷了我一张王者祝福吧？没有，王者祝福在我手里。好，真言术盾，又抽两张牌。我们必须进破碎残阳祭司。好的。可以接受这个事实。我怎么就这么烦呢？
我怎么就这么烦你呢？哎，太烦人了，北军牧师这牌实在是太烦人了。现在是拼手牌的时候了，大家都是一把的手牌，他八张，我六张。目标诺森德。九费，猫头鹰先把它沉默，然后指挥官冲锋圣盾，直接把它换掉。好，四费呢，他又不能使用痛或灭，但是他可以精神控制。现在牧师还没有用精神控制，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。好，用暗影狂乱撞我一下，一杠一再把我补了个刀。现在比较怕的是精神控制，别的倒还好说。牧师实在是让人太头疼了。招个小弟，报告，我们必须净化太阳，把他加一加一。这是我的领地。再给小弟一个圣盾吧。然后结束，不要用太多的卡牌，太多卡牌一会儿牧师那回合他太好掌握了，有可能有神圣星星。嗯，这么换很聪明，因为他反正这轮也要死。哎呀，还可以加血，你敢信？玩的真好。观点思维窃取，窃到我的牌，太好了。我现在怎么办呀？都快逼到绝境了，怎么办？无限一杠一小鬼啊！报告，这是我的领地。加个圣盾。我是阿格斯之盾。我是阿格斯之盾。结束。扛住啊，再扛两轮，把牧师牌耗没了咱们就赢。关键是他还没有精神控制啊，我最好能逼到对手最后控制我的一杠一的小伙伴。嗯，我想圣盾破掉，估计又用二杠四来吃我，三杠二换一个。不过下一轮我怎么也能把它拼掉了，这小鬼召唤师不停的加血实在是太受罪了。我是阿格斯之盾。活活被牧爷玩死了，你们敢信？牧爷还满血了，怎么勾流啊？飞刀杂耍，把这个苹果放在你的一刀飞死他。哎呀，飞不死啊！死了，我估计我死了。有个神圣星星我就死。嗯，打得不错，
哎呀，这盘我真的是输的一点脾气没有。牧师太霸道了，怎么办？飞刀流也被终结了一半，看来不能自傲。刚说完自己连胜，我现在已经连败九盘了，希望天梯的兄弟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重新做人啊！不对，我出来以后一定会不对，反正就是，总之我是要洗心革面，做一个谦逊的圣骑士，谦逊的圣骑士。我都不想打圣骑士了，又飞刀对飞刀，我估计。荣耀赐予我力量，接受正义的制裁吧。好，对手换了一张牌。我这牌 OK。圣光会庇护我。圣光会庇护我。嘿，好家伙的，真不错呀、哎！我给你玩一个有意思的吧，同学。加入我撞你一下。这是我的。哎，我又有圣盾，你敢信？你信不信？反正挺像的，咱俩。哎，他招个小弟，终于有点区别了。报告。那我先手肯定我占便宜啊。他选择打脸。三费来个什么？三费是飞刀。加入战斗，职责所在。我在保证能飞出一刀的情况下，我再上飞刀。现在上飞刀容易被他强行幸运币一个奉献全收了。让我诉说你的痛苦。好的，苦痛是僧，这必须要用力量祝福秒了他，或者是抓个猫头鹰把他沉默了。麻风不如，力量祝福，加入战斗，秒了他，加入战斗，一杠一换个麻风侏儒，就是，再招个小伙伴，职责所在。很高兴见到你。哎呀，来个三杠五，这飞刀上去不给力呀、啊！考虑一下，这愤怒之锤造成三点伤害，这边能换了，换了抽一张牌。如果上这个五费，下轮可能会被二十多位之类的谦逊掉。还被他吃个小伙伴，也是要被打死的。啊，算了，这张牌吧。职责好，来个真阴圣剑还行。加入战斗。场上还是军师。报告。让我诉说。又有一个苦痛失僧是吧？上个真银把他砍掉，一杠一换一杠一，对方场上不能留人。下一轮呢，上个飞刀，上个风险，我觉得对手压力很大。我有武器攻击，怎么着都能挡住。我想，我觉得我会比较好打。现在，报告，四匪，黑天矮人吗？这是我的领地。银色保卫者，
先上个飞刀，把这个苹果放在你的风险投资共同兵一刀，那就这样换吧。为了正义，砍他人，忍一手，忍一手，年轻人要学会忍耐。我不信对手有软泥怪，反正我有软泥怪。你上真银，我可以用软泥怪。谦逊我，哦，奋斗之锤，造成三点伤害，抽一张牌。看来至少换他两个牌了。圣盾撞我一下。还是谦逊了。剑无虚发。哦，飞刀被换掉了，可是我也没办法，他有一个精灵弓箭手，这有什么办法？啊，不，踩脚奉献，招一个小弟，然后打脸。好个！武器继续保留。我突然想到，如果沉默一下，我的7-6现在会不会变成7-3呢？因为谦逊的攻击力1%会被沉默掉吧？我一会儿如果抓到猫头鹰，我要试一下，我没有实验过，这还只是个猜测。王者祝福，我们必须净化太阳穴。好的，必须再踩一脚奉献。Ditto。加入战斗。1-1换他的3-1。再招个小弟。报告，就是你了。慢慢消耗，不着急。对手也真忍得住啊，到现在没有上过武器。又一个愤怒之锤，好的。这样不好，不好，好疼啊！报告，我们必须净化太阳。好，用银色指挥官可以换一个3-3，然后崇高牺牲再骗一手 ，nice。小鬼召唤师，银色指挥官。换掉崇高牺牲，正好10费，1-1打脸。崇高牺牲可以很好的吸收对手2-2的火力，这样的话呢我就有优势了。我觉得别看他5张手牌，现在他很难在场上存活。上血高的牌我可以接个攻高血高的一个谦逊，对吧，就20多位式的攻击变为1，然后怒砍一下再补个刀都可以。哎呀，给我来一奉献，你敢信？清掉我2个可爱的小伙伴，打不打？打，崇高牺牲直接抵掉。坚持不懈。招个小弟，让黑暗降临。4-1打脸，就这么忍啊？这样好吗？走吧。诺森德，为胜利隐身。不能忍，对吧？哎，不能忍。奉献也不怕，最多是破我个圣盾嘛。你的2张愤怒之锤也用掉了。拿我的4-3指挥官也没什么脾气。报告！真的圣辽这张牌，我觉得我带错了，不如带个别的呢，用不上呢，到现在都也抓不着，也用不上。双狼士卒，准备应战。你要这样的话，同学这轮就挂了呀。为胜利。好，
又破掉一个圣骑士。这个圣骑士什么流派啊？没太看出来。啊，赢了。看看再打一盘吗？时间几点了？一个小时了吧？再打一盘吧。我这么那么想升级，就是不给我升级，气死我了！连胜中间断了一次哈，中间断了一次，胜率这么多还不给升级，打的少啊，没办法，我这个一去大米帝国十多天，十五天没玩《炉石传说》，主要是没有手机版 ，Win8 的平板是可以玩的。我已经用 Win8 平板在玩了。Luther， 对阵 Gina， 这可是你自找的。荣耀赐予我力量。打个法爷吧，看看有没有实力战胜法爷。软泥怪可以留一下，对手换两张，我换三张。打法爷的话，看他一手上不上小伙伴。如果上小没上小伙伴，我感觉上了一个，很难受。圣光会庇护我。我刚想说没上小伙伴的，就后手幸运币直接上软泥怪了。火冲，打脸。居然没用火冲啊！奥数飞弹 ，nice， 哈哈哈哈！这不是你想要的，一定不是你想要的，我知道的。确实不是你想要的，软泥怪。结束。不过刚才那个组合很猛，哎呀，被虐了，这里感谢。唯有幸运币接奉献来解。不过他手牌剩的不多，这点是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。法爷剩的手牌多，真的是太恐怖了。我有四张手牌，来吧。四费如果上雪人，我就奥尔多。全体注意。紫罗兰呀，紫罗兰的话，紫罗兰的话怎么办呢？我也四费。砸一下也不太好。遵循万物的规则。因为法师不太可能有什么攻太高的牌，所以我现在上二多应该可以接受啊，可以。你不能拿走我的蜡烛。不会有寒冰剑吧？哎呀，奥数飞弹，好烦人呢、啊。还开始招小弟。一、二、三，哎呀，直接给我打死了，有点烦。二十点血，希望你喜欢。正好抽一张牌，我们必须净化太阳井。结束，六费，他也没法练风暴，所以下一轮我觉得他应该清不掉我了吧。好，猫头鹰，沉默一下。二杠二，接个火冲可以把我换掉。哦，没有用火冲，四费怎么打算呢？一样，怎么都是被换死。六费啊，那就小鬼召唤师，然后破碎太阳祭司给他加攻。二杠六结束召唤一个一杠一的小鬼，场上有优势，只能说人数上有优势，说手牌比他多。我觉得法爷这么打有点冲动啊。烈焰风暴 ，nice。做好学习准备。我也不亏呀、啊，关键是，不是不亏，是完全不亏。目标诺森德。这样的话就解了。我现在很大优势啊，他没手牌啊。作为一个法师，没有手牌就等于失去了
一切主动权。镜像 ，nice， 打得不错。砸他一下，抽个牌，神恩术，那边沉默他一下，势必要把他那四杠一我得给他换了，这不能让他活着。我这神恩术出不去了，因为对手不可能是留手牌了，接下来快哭了。我还没准备好，火冲不掉。嗯，加攻，直接把四杠四换了，招个小弟，再使个小果召唤师，不适合在白天结束。要小心法爷随时抓来一张烈焰风暴。我准备又是个神，我还没准备好。飞刀杂耍者，把这个苹果放在你的，让你们见识一下暴风一个飞刀。不过一个飞刀打中了，我也得跟他换掉，其实有点小不爽。加入战斗，招个小弟，二杠二，好。出不来，这张牌出不来，出不来，出不来，我就可以憋神恩术了，至少憋出一张来。准备好尝尝这个大法师，火球打脸，先招个小弟，报告，一个崇高牺牲，二杠二收掉他，六杠六。四杠三打脸，手牌出不来。法师真的不能打 rush 啊！法师打 rush 就是悲剧，好吧？崇高牺牲挡两刀，招个小弟。再来一下，我是阿格斯之盾，加入战斗。这是我意料之外的，居然全飞到他脸上了。这样的话，只有还有十点血，不要烈焰风暴啊！奥秘，好的，可能是复制，我估计。他这手里肯定有岩爆，一会儿十四张牌里肯定有岩爆，要不然不会一直打我脸。我先看看，飞刀飞一下，报告，加入战斗，是不是蒸发？不是。哎，接着，神恩，那就可以砸死他。冲锋陷阵，哎，接着，是一个复制。好的，这个法师又被我们用飞刀圣骑士解决掉，真心不给我升级啊。哎，那好，我就自己去把它冲到这个大师组吧，下一期我们就开始大师组吧。然后呢，同时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少帮主其他炉石传承视频、星际争霸视频。那么这个时候星际争霸视频呢，大家可以去星际争霸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一看我的教学视频，从零基础开始教起，相信只要你喜欢这款游戏的话，一定能够学会啊。我这边呢也是有这个免费的星际争霸的激活码去开放给大家，在我这个优酷这个视频的简介里面会写上，也可以登录 key.5sc.cn， 大家可以看一下简介里面的网址。免费的试玩码大家领取之后呢，也可以拿到相应的奖励头像啊。
畅玩一下暴雪的其他游戏也不是什么错误。同时呢，我的零食店和游戏周边店也是面向大家开放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。好的，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节目，再见。